最近加拿亮惊喜出镜，幻月之城第二期预告，他身穿橙色消防服扮演一位苦情男主，神情憔悴，哀伤质问，是你理解错了人生，是你理解错了快乐，我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。这也是他在风波之后首次现身综艺节目。日前加拿亮工作室晒出一组待在剧组用饭盒降暑的照片，并感慨他十分辛苦，完美彰显出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风采。据悉加拿亮前天拍戏的时候，由于天气炎热而中暑没有休息的他，依旧坚持拍戏，并且自己用饭盒来降温调整状态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加拿亮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湿透，网友纷纷留言心疼亮哥，这么热的天还要拍戏，亮哥还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要让自己再中暑了。日前有网友分享了加拿亮在剧组为粉丝认真签名的画面，照片中加拿亮穿着军人训练装，皮肤黝黑，一眼看上去明显又消瘦了许多，脸上也看不见肉。而在另外一张照片中，加拿亮正在看剧本，看上去相当投入。面对加拿亮的出现，不少粉丝向加拿亮要签名，加拿亮也是一一签名。